打你怎么了？我他妈今天就要去打牌，关你屁事！天降正义！我操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？我操！江湖称啊，鬼老大，剑别扎扎不在话下。哎，宝宝宝，你别走啊！我要是骗你，我就是乌龟王八蛋。在下小鳄，龟狠话不多。我决定了，等我能出门了，我也这样。想闯红灯，先问问老娘的炮。哎，快来看，快来看，这不最近那个抖音上很火那个会变形的乌龟吗？哎，你给我变一个，你变一个。哎，变了你，我逮到你了。我操！各位抖音朋友们，给你们看啊，这是有只丑不拉几的龟子，身上还背了块电池啊，也不知道是谁家养的龟。我怎么是龟？我操！在下剃刀，专治各种不服。听说现在的小区都这样检查，体温正常，请通过。大家好，我是慢递员阿龟，我的使命就是把快递亲手送到顾客手中。喂，外带人员，有了。谁是离线老婆？有你的关系。疫情前收快递，喂，下楼取一下快递啊。疫情后收快递，快来拿你的快递。拉扯不下去了，这玩意儿中国人不用来看，就让老外来看、看完就问他，我们这玩意儿 OK 不 OK、beautiful 不 beautiful， 哈拉少不哈拉少，哈拉少笨的不的不的，准备好了，看到没，这是我送我女朋友的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送到，自古谣言啊，走吧。这是什么啊？会讲究，会讲究。龙吟的朋友们啊，生活呢就像龟兔赛扑，一定要一步一个熊。我操！我操！妈妈，他开挂！难吃龟老大，开挂的龟神不需要解释。